哎呦！恁这有钱人都是安尼啊，看会到的所在哦，拢啊真清气，啊看袂到的所在哦，拢啊真乌真黑。但我平常时哦，拢会请请去公司哦来做摒扫哦，若有啥物问题，我会直接甲因公司反映哦，免你替我查。搁再讲，即个有钱无钱，有啥物关系？ 有钱人有时阿咩啦，有当时有钱干吼，家己剩下的拢袂记哩。遮尔简单的代志，还都要叫人来做，哈？咱家己敢无做摒扫哟？嘿嘿嘿，但我员工遮尔济呢，我都要顾公司，顾公司哩。吼，我一工哦，唔知有偌济代志要无闲，我的时间唔是安尼用的啦。讲甲袂输干，家己是火车头了呢，强都强都哦。 吼，拜托诶，爱即马较受伤啊啦，来你要拖啥物拖来叮当啊，来你拖过卖咧，哎，啊好哦，我无爱去甲你讲吼，较免哦去冤家，哎，实在是哦，我原本我想要甲你说多声吼，讲你来告啊，我看吼，即马我咧哭这个，我规个心情歹去。哦，安怎甲你回事咧？哈，关我啥物代志啦？我是看亚群的面子，才会甲你告诶，哈，我管他你欢喜也无欢喜。 我再讲吼，真正，安尼直接的伦理哦，你话免感谢我吼，免特别通咧欢喜。这伦理哦，是一个亚纯替阮进前，我就穿好势啊。真正啦，我想袂到这样紧就用着。嘿，我讲天数啊，我甲亚纯结婚咧，结果呢，你穿起来伦理要给我，你上班要看我笑亏哦。 我再讲啦，若我的身体这样好啦，你若知影这台录音，我一定用会着啊。你就怕不是用着啊？迄个，我讲你真正是足超过呢，搞人亲像咧欺负人呀！真正是，哎呀，这个啦，哎，啊，真系较你伤着，你看会疼呢？啊，妈咧啦，我甲你讲啦，我的身体绝对比你较好啦。 吼，若要起家动手，你嘛是我的对手啦。这台录音我用袂着，你家己摕着去哪里用啊？嗨，一个查甫人，安尼风度遮歹，你做党的人呢？啊，无讲几句话话就毙命？欸，阮查某囝是嫁互你的呢，对无？我甲你敲细一下，来甲看一下手，安尼袂用的哦。你即马脚无爽快，无坐轮椅是要坐倒？啊，还是坐咧我脚这边？ 哈，还是我甲你挨，挨出去洗洗咧，安尼敢咪看较会哦。阮丈人呢？对对对对对，歹势呢。欸，我哩个囝婿，阮好意思麻烦你啊，对不？欸，而且欸，我这个脚差不多要好，啊上无好，我今个有一个脚是正常的，好，所以讲这台轮椅我用袂着，我嘛无需要你讲，好，来，请倒去，请你倒去，我免你讲。哎呦，你即马啥啦？哎，我用锁甲你绑掉的哦，啊。 我甲你有卖你啊假个好啦，我来讲变扫这个工课哦，我做比你更加好哩，比较平，较省。免你拼啦！哎哎哎哎哎哎，干嘛啦？你来啊！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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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啊！来来来啊来啊来啊！好啊，免你小神经啦！我变平你啦，变平等下我甲你买菜，我煮菜给你吃，差不多咧，真正，你叫我爱做呀。